刷嘞，我要来吃蛋白、生菜、白饭、锅。啊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蛋白、生菜、白饭、回锅，挺顺的哈。在看什么？这就是阮店的鸳鸯锅，里面有酸菜白肉汤 and 麻辣汤。耶，盖起来，盖起来，啊，可以烧哈。这个就是阮去冰箱提料，来扒咯，咱这就吃扒咯。都有足侪火锅的料咯，开始吃。Oh yes, looks so great。其实我入来这个餐厅，就闻到足酸足酸的味，很酸的。很酸啊、哦！酸菜白肉锅来这个地吧，一定要有一点么油花的，猪五花，猪五花一定是猪五花。嗯，足好诶，好朋友的感觉。我感觉这个酸菜，重口味的火锅，一个汤足重口味足好啉的。你知影是啥物感觉？就是，即个就是酸甲辣熬下骹的感觉。哎，麻辣火锅内底嘛有酸菜，酸酸麻麻，酸麻是不是？哦吼，好诶！真的是麻辣加酸诶，两种两口味的化学作用。随便讲，化学作用。介意食咸的人应该也介意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哇哇哈哦，花椒的味，花椒的味。哎，我两个汤拢加热，你敢会对一个？我敢接。可是这个还不错。你也喜欢这个？对啊，这个很不错，这个很特别，很特别，好吃哎！哎，你不要再拍了，赶快下来吃哦。哇，这个五到八哦，看，拢胖起。弄康康，可以直接分数，我可以93分，93分，太高了吧？这93分，这89分，香妹80分，这个85，无同的人介意无同款的啊，没有、啊，我打嗝了，吃太饱了，今天的贵宾要不要吃？下面吃下面，拜拜。